当女友收到了未来婆婆给的大红包，阿姨给我发了个红包，那你说呗，这是咱妈给儿媳妇发的，为什么不收啊？有点太多了，10000零1块，那更得收了呀，收了咱们去买包啊，你是不是笨？算了吧，你不太好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这是咱妈给儿媳妇的认可，你这，哎呀，咱妈给的你就赶紧收了，是不是不想让我妈当你婆婆啊？是不是不想？不是不想，就是不能乱收长辈的钱。我妈不一样，你不收她还得生气。收，真的不能收，赶紧收收收。这下可以了，收。会不会太明显了？不明显，如果你觉得明显的话。你在这，你不收的话我帮你收了。你别抢手机，你看按到了吧？看了就怎么办嘛？这样不就可以了吗？买包去。当我故意邀请你俩闺蜜到家里玩。对不起。啊？你买这么多零食干什么呀？约的人呀。啊，你不是要参加同学聚会吗？那我一个人在家无聊，我就叫几个朋友过来看电影呗。哦，到了到了。好戏来了。不用，你直接进来就行。你怎么来的呀？他叫我来的呀。咋啦？我闺蜜什么时候成你朋友了？你还趁我不在不看见他没玩？我没有呀，我这不是当着你面叫他过来的吗？这怎么把你骗过来的呀？我妈骗你的。谁骗了？再再，我是不是跟你说，我说碧龙马上要出去了，然后你过来玩不？对吧？对对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他竟然那么神秘还过来呀、啊？为什么不能过来呀、啊？我就是怕你出去玩，你还担心我在家里面搞东搞西的，对吧？那我找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过来监督我呀。是啊。啊？是个屁、啊！我怎么还能遇到怀孕不知道担心吗？哦，也是啊。对不起，我没考虑到这个问题。现在我们三个人一起玩，你总不担心了吧？哦，你就赶紧去吧，免得参加同学聚会晚了。你赶紧去吧，我们两个肯定把他看得死。你看，那你们三个在家里面玩什么呀？那玩的可多了呀。不需要呀，你边走边领呗，对吧？去去去去去去。你赶紧去，你还不去就是这样子。赶紧吧，去吧啊。Later。这是准备抓奸，狗狗收收的。你这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回来了呀？啊，他们说今天打雷聚会取消，你跟你男朋友去干嘛呀？的女朋友又给自己买了个包，这次忍不了，偷偷把她东西换了，看我怎么治她。干啥？给我买的呢。啊，打给我看看，怎么这么有心呢，比如啊。哦，这。碧如啊，你怎么这么有心呢？我懂了，你就是想在纪念日的时候穿上这个，然后跟我共进晚餐是吧？你搞浪漫是吧，陈碧如？我不要穿这个呀！哎呀，别害羞嘛！多少钱？我给你报了这个。谁要抢？怎么了？瞧不起谁呢？我有钱。所以啊，你赶紧说这个多少钱？毕竟我享受了，我不能再让你花钱了，对吧？什么衣服啊，这么贵？去你的衣服！我买的是包。哎呀，你还在掩饰对吧？你把我的包藏起来了。不是，你别掩饰了，我都看穿了。我非常期待他们上身的效果啊，乔碧如。我说你给我藏起来了呗，你给我放。哎，你等一下。懂了，这个是和刚才那套衣服成套的吧？多难为情呀、啊，乔碧如。你给我放旁边啊！谁呀、啊？就是想看我穿呀、啊。啊！要是想看我穿就直说呀，我是你女朋友，肯定要满足你、啊。哦，只不过是包。我报销，我必须给他报销。你赶紧换衣服好不好？我也出去准备准备。我等你啊、哦。好戏来了，杀！哇、哦！妈，他问你好看没？隆重谢谢。比如啊，那给你买水果，专门给你买的。
什么表情啊？专门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桃子。什么时候吃这个了？我好过敏。啊，那我记错了吧？应该。哎，你哪儿去啊？哎呀，我错了，刚才都说我想吃，我找借口。你说什么时候喜欢吃桃子？你不是喜欢吃西瓜的吗？都喜欢吃啊。哎，你别生气，等我一下。那这个送给你。真的？嗯，最喜欢金色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我一直都说我喜欢金色的。啊，那我记混了。记混了我。哎，干嘛？不是啊，哎，我开玩笑的。我知道，我说你喜欢绿色，然后喜欢吃辣，鞋子穿三十六，衣服穿 M， 那穿 M。我不喜欢，拿住。啊，住了干什么呀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还走啊？我跟蔡老师做头发。哦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天不是我生日啊！你今天不过吗？妈，你今天都多少次了呀？你没有生日你都不记得吗？不是，我记得，我肯定记得今天是有人过生日的呀。肯定！哎，你生日七月二十一，你妈妈生日十二月五号，还有谁啊？啊，你跟我说还有谁生日？不是我，好像是我过生日。啊？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。挑战给女友体验我的化妆技术，趁她睡回笼觉时偷偷给她补补妆。哇哦！啊，做梦了，碧露。睡得可真快，快快起来了，菜色都到了都。快快快，我起来了。等会儿吃什么呀？哎，那个看小雨吃什么呀，我都可以。吃。哇哦！今天牛肉来的。打扮这么精致啊，小雨。什么？对啊，那你来了，我当然也好打扮。你们笑什么呀？没事。就是笑什么呀？乔碧罗一直都是这么漂亮、美美的。哎，要不我们今天出去吃吧？啊，出去吃好贵呀、啊。出门啊。哎，是不好了，我都好久没有出去吃。你穿鞋子，走走走，把眼镜给我。不是，你今天戴什么眼镜啊？我觉得你今天不用戴眼镜都特别好看，真的。我哪天不好看？什么？刚才怎么那么多人看我呀？买个东西，啊，一样吗？不，我觉得你今天就是被粉丝认出来。戴什么口罩呀？马上吃饭了嘛？不是，怎么？你以为这完了？哎，碧罗，你怎么还在玩啊？别一直低着头呗，不好，被别人看见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个饭，那不得拍照记录一下？对，别啊，二二一，走。怎么样？好看吧？啊，你要看啊？那。